舞台顶甲南苗栗大学的这装品系毕业学生，分别一点无同款的素材，用伊的造型来臆做着走秀，而气势十足，是吸引全场注意。这条毕业的动态走秀，伊条其中最佳这秘密花园甲李艳丁丁主题分组做呈现，学生家己设计着服装，这化妆甲头毛型咱家己来。伊主任表示讲，毕业成果展就是对着学生适当的学习的感受。啊，我们这次的毕展活动主题呢是我行我素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同学们在那边阐述了他们追求自我、突破自我以及超越自我的各种实现。学生们哈，在整个学期里面从以前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呢，啊，有专题的指导老师这边做各式的指导。那不止在课堂上，课余的时间，也尽量努力的把课余的生活给展现出来。除了是中来动态做秀是精彩之外，中外嘛包括演化甲营销等等整体造型嘛无同款成果呈现。化妆品系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利用中药材涂中，甲五谷杂粮，甲甚至是地效研发的保湿的保养品，让人是相当的惊喜。那有疗效吗？副作用有点少。那我们就以注重为添加物，然后开发我们保养品。那我们先检测它的紫外线吸收度跟自由基的清除效率，然后结果显示都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开发我们的化妆水、精华液还有乳霜三种剂型。一系列，我们是制作一系列的产品，然后我们是加入白茶萃取液，然后我们有白牡丹跟贡梅的两种品种，然后我们是没有加香精跟酒精的。这条毕业成果展验收学生的成果嘛，展现了适当的专业技能，除了是为大学的生活留下记录之外嘛，为进入职场做准备。咱们新闻台以下连接采访报道。